好，我们三之一的最后一题在139页例题六这边的话，我们它算是一个应用问题。那其实我们也以前也做过类似的，好、哦、类似的。他说有甲、乙、丙三种型号的一个机器嘛，对不对？那他说呢，来收割田里的稻子。那一台甲的机器，一台乙的机器，收割机完成工作要12天。一台乙、三台丙的话呢，完成工作要6天。一台甲、四台丙完成工作的话呢，要4天。请问各种型号独自一台的时候，需要多少天才能完成工作？那例题有这种问题，我们讲过，就是说应用问题通常就抓它最后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要假设的未知数。所以看到最后一句话，各种型号的机器有甲、乙、丙，独自一台的时候，各需几天才可以完成工作？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假设甲机器一台需要 X 天，乙机器一台呢就需要 Y 天，丙机器一台呢就需要什么 Z 天。那请注意，你这样假设完之后，换句话说，甲机器它一天可以做 X 分之一，这是我们一天的工作量。乙机器的话呢，一天就是什么 Y 分之一。丙机器呢，它就是一天就是 Z 分之一的工作量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根据它的题目一直来列出我们的所谓的方程组。第一个条件，一台甲一台乙要12天，所以代表说一台甲是 X 分之一，一台乙是什么 Y 分之一。那么他们一起做的话要12天，所以他们合起来是不是做12分之一？一天做 X 分之一，一天做 Y 分之一，这两个合起来的话，一天总共做12天做完，所以每天做12分之一。再来一台乙三台丙的话要6天，所以一台乙是 Y 分之一。那么三台丙的话呢是 Z 分之一乘以3，因为有三个丙机器，对不对？他说要6天，所以这样合起来的话，每天做多少？6分之一。每天做6分之一。再第三个条件，一台甲四台丙，一台甲是 X 分之一，四台丙就是 Z 分之一的4倍，它合起来的话要做几天？这样子的话呢要做4天，所以代表他们每天做多少？四分之一。好，每天做四分之一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列出来这个所谓的方程组之后呢，我们就来把它解出来。那这边其实我们观察一下，是不是它刚好是有两个哦，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还要再去做什么高斯敲去法什么什么矩阵列运算。原则上我们这边的第一式、第二式、第三式方程组，我们教过的加减敲去、代入敲去、什么克拉玛还有高斯敲去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加减敲去。譬如说我们把第一式跟第二式相减，就可以把 Y 分之一消掉， A 十分之一，一减二的情况之下减掉多少？ Z 分之三，就变成12分之一减6分之一。那12分之一减6分之一的话，12分之一减掉12分之二，会变成12分之负一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得到什么？第四式。那这个第四式跟第三式是不是刚好又可以把 x 分之一消掉？所以接下来我们去做3减4。我们去做3减4。第三式跟第四式相减，是不是 x 分之一就消掉？ z 分之4减 z 分之3。减掉负的 z 分之3，就变成 z 分之7。那这边的四分之一去减掉负的十二分之一，变成是加上十二分之一，所以变成是十二分之通分起来是三加一，也就是变成三分之一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可以得到这个 z 是多少？21，代表说丙机器它要工作21天才能够得到一个工作的一个完成。好，那么z 是二分之一情况之下，我们就可以带回来这边。好，我们就带入第二式好了。好 ，y 分之一加上 z 是21，对不对？21分之3呢，会等于多少？6分之一。所以这边约分 y 分之一会变成是6分之一，去减掉多少？7分之一。所以通分变成42分之7减6，也就是42分之一。所以 y 会等于多少？42。Y 会等于42，代表说乙机器它独立的话呢，独立一台来做要42天。好，那我们再请你把 Y 找到之后带回去 X， 我们带回去 X， 找第一式的 X 的话，那么可以求出来
x 呢是五分之八十四，好，五分之八十四。所以本题的一个结论，甲机器要五分之八十四天，乙机器要42天，丙机器呢要21天就可以完成了他们独立要完成的这个收割的工作，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140页的水上练习，那它刚好也蛮对称的哦，刚好有没有发现？根号 x， 根号 y， 根号 y， 根号 z， 根号 z， 根号 x， 对不对？刚好蛮对称的一个式子。所以像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怎么？我们 也是不一定要去做所谓的什么高斯消区或者是什么克拉玛，我们可以发现说它刚好等号的左边两个 y， 两个 z， 两个 x， 我们可以把它全部相加。好，这第一式、第二式、第三式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先去做1+2+3。那等号的左边是不是两个根号 x 加 y 加 z？ 好 ，x 和 x 加起来 ，y y 加起来 ，z z 加起来，各有两个，我们把2提出来。那等号右边的话，是不是7+5=12，再加4是多少？16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得到根号 x 加根号 y 加上根号 z 会等于多少？ 8。好，那这个第四式有了之后，请注意。三个加起来等于8，我们是不是把第四式分别和1、2、3相减，就可以分别得到个别的 x、y、z， 对不对？所以请你去做4-1，第四式跟第一式相减，就可以得到的根号 z 会等于多少？8-7=1，所以这个 z 是不是等于1？再来第四式减掉第二式，三个的减掉 y 和 z 就剩下什么？根号 x， 那8-5等于多少？3，所以这 x 等于多少？9。再来第四式，请你减掉第三式，三个减掉第三式是 z 跟 x 被消掉，所以是不是 y 留下来，对不对？根号 y 会等于8-4=4，所以这个 y 会等于多少？16。好，所以我们本题的结论 ，x 等于9 ，y 等于16 ，z 等于1。所以水上练习这边虽然它也是三个未知数，但是因为它还蛮对称的，而且各出现两个，所以我们就不见得还是要去做高斯消区法，我们可以用一个相加之后的类似加减消区的方式来做。好。